香味是特别的，每个人对香味的定义不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定都一样。香味是私人的，由于不同人的皮肤所分泌皮脂、流汗特征、体温都不一样，即使同一款香水在不同人身上创造出的香味也是不一样的。你身上香水的味道会毫无保留地对他人展示你的个性和品味。对于常年混迹于各种场合的都市男女来说，如今不仅要担心撞衫的尴尬，还要担心撞香。在人人追求精致生活的今天，各种大牌香水司空见惯，走在路上就难免会跟别人撞香。这时候的你估计需要一瓶小众的香水带你化解往日的尴尬。今天小编就带你认识几款小众香水品牌。一 Jean and Provence。 首先要推荐的这个品牌很适合初入职场的新人或是在读学生。 Jean and Provence 作为来自法国香水之都格拉斯 Eau de Toilette 出身法国一个小众的香氛牌子，该品牌的香水采用多边形的玻璃身设计，看起来质感十足，充满文艺小清新的感觉。作为一款廉价的香水，100毫升竟然只要100多块，留香时间高达6小时。这么高性价比的法国香水真的让人无法抗拒。相信有人会有疑惑，这么廉价的香水能用吗？ Jean and Provence 这款完全不用担心输给3400的香水，其中深海款的调香师更是在业界颇有名气的 Remy Barber。 深海香水的灵感来源于法国南部，展现了度假的愉悦气息，前调由水生植物和玫瑰组成，湿润的水汽中透露出悠悠的花香，紧接着混合着薰衣草、肉豆蔻、鼠尾草以及松柏的清香层层递进，最后白麝香和檀香慢慢渗透，温柔中又不失力量，就像沐浴之后的清凉舒爽的意境，看似随性但让人顿觉活力十足，闻起来令人心情愉悦。主香调水生调前调水生植物，玫瑰中调松树、柏树、薰衣草、肉豆蔻、鼠尾草后调白麝香、檀香暖木，大部分男生喜欢的木质香调，浓郁厚实的味道，温暖又不失性感，展现阳刚男人味，又有点男女通杀的感觉。木质调让人感觉恬淡安逸，前调味阳光的薰衣草和柠檬皮，就像一个阳光大男孩般。中调以橄榄木和杜松作为气味的主调，温暖舒适。最后的香根草和檀香回归沉稳，想要展现成熟稳重的一面，木质香一定是最优选，令人心境从容，散发阳光纯净而沉稳的气息。柱香调木质调前调薰衣草、苹果、茉莉花瓣、柠檬皮中调广藿香、橄榄木、杜松后调香根草、檀香一封，这两年大部分女生中意的小奶狗、盐系男、白金清秀，给人温柔舒适的感觉。 Jean and Provence 这款一封就是这种柔和的香气，木香和草香的组合，闻上去浑然天成，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中和了男性的阳刚硬朗，在淡淡的森林气息中闪现别样的清爽幽静，斯文暖心的味道就跟暖男般时刻陪伴在你身边，不会惊天动地但却死心塌地，香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高级感。前调的薰衣草尤为明显，但在薄手柑的中和下又显柔和，给人一种漫步与普罗旺斯薰衣草前般的感觉。中调是岩兰草、黑香豆、鸢尾、雪松木，浓厚的融合气味，犹如雨后的清新草地，干净清香。最后是麝香、香草、愈创木扑面而来的青草味，犹如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清新舒适。主香调草香调前调薰衣草、薄手柑、黑醋栗中调岩兰草、黑香豆、鸢尾、雪松木、龙汉后条、麝香、香草、玉川木二。Search LUDNSSERGLUDNS 正式创立于2000年，是来自法国沙龙香的代表品牌。调香师 Search LUDNS 作为创始人，以自己的名字来作为品牌 logo。Search LUDNS 的瓶身设计
采用大家喜爱的性冷淡风，简约大气。不同的瓶身标签主要用来区分不同系列。白标方瓶白标顾名思义就是香水瓶前面采用白色标签，属于 SWDNS 的常规系列，也是香水款式最多最热卖的产品，香型易被接受，适合出入 SWDNS 香水的爱好者。白标方瓶的款式颇多，单纯琥珀香调就有摩洛哥热风、Chocolate、橙色苏丹、Amber Sultan、沙特阿拉伯、Arabi、灵芝、妩媚、Ben Night Dubois、香子兰、Moonwood Vanilla。这里就以颇受大众喜爱的香子兰 Moonwood Vanilla 来举例，大家还是要去专柜多试试香味是否符合你的口味。Moonwood Vanilla and Moonwood Vanilla 的前调了香甜的香草和椰奶，在甜蜜柔滑中夹杂着了一星半点。接近百利甜酒的味道，同时由于使用了大量的甘草、阿西香以及各种木质 Amber Vanilla 并不是单纯的甜，它更像与爱人在壁炉边细细品读书籍，温暖安静中还夹杂着几声火烛声，浪漫温馨。成分：香草精油、甘草、苦杏仁、椰奶、蜂蜡、对加豆、阿西香、玉串木、檀木、麝香。黑标方瓶作为白标的进阶版，黑标地香型相对白标会浓郁一点，不过其接受度不是很高，经常有直男误以为是洁厕精的味道。吊中瓶，吊中瓶基本上就只有 Sergilotens 巴黎王宫花园旗舰店才有卖，偶尔会在他概念店里看到。虽然黑标方瓶和吊中瓶在香氛上是有些交叉的，有的黑标取自吊中，有的黑标在停产以后会以吊中半本的形式发售，但吊中不论是购买难度还是价格都是小众沙龙家中的翘楚。其中的超级限量吊花版不仅只能在旗舰店找到，价格更能高至上万人民币，属于香水中的传奇。3. RELASSIFIED 调香师诞生在上海这座时尚与传统融为一体的城市，是初次提出轻沙龙理念的原创香水品牌，致力将沙龙香水普及到中国每个角落，为用香懂香爱香的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虽然 RELASSIFIED 仍处于沙龙化的第一步，出品现在也难趁稳定，但相信其会越走越好。RELASSIFIED 湖上骑士，湖上骑士算得上目前 RELASSIFIED 出品中比较优秀的一支。粉胡椒带出的木质调温柔沉稳，雪松温暖而干燥的优雅气息，略微带了一些烟熏味的木质调更加优雅迷人。正如传说中位列12圆桌骑士之一的兰斯洛特写到他美丽的爱人漫步于仙客来盛开的湖边，柱香调、木质调前调、佛手柑、柚子、粉胡椒中调、鸢尾、小苍兰、仙客兰后调、广藿香、香根草和成像台小众香水，并不是市场的叛逆产品，只是还没遇到专门为你定制的你。相信那款小众的味将带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大家也不妨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那款小众味供大家多多品鉴。本文首发自公众号 TOPMEN 男装网 ID TOPMENCOMCN， 新浪微博 TOPMEN 男装网。